这儿不动，但你的力大，你试这儿不动，搞不了它了。那我就这儿不动，但你的力很重，那不行吧？那我用它。哎，你看它这又不动，你要不转的话，这用力你得试，说起来。嗯，嗯，都放开了，你试。嗯，开始放开，放在这儿。好。 你行行，你塞着冰，你这就没错吧？然后肩不对，等我肩拉回来，你试。所以一直是要这样，但是这个顺开这个动作很难，因为大家他都是，你看你一往前来推，你看他都想这样，嗯，都觉得这样有劲儿。实际上你看上推捋字儿嘛，哎，对，你看我们都在这儿顶。 但是你看，我这往这一过，他就出来了。我一顶，他我出来了，是他把我搞的。我现在他一过，我就在这儿了。 Where he's going to stop? But see, look, already went there. 这就是你的动作，完成的。你看这么做的。所以现在你看，我先过来了，就他也这么推。你随便做一个动作，哎，好，就在这儿了。我们正常的人是从这儿开始做这些动作。 现在呢，他一推，我先试试他这劲儿是怎么走的，从后脚一直走到这个地方，这一条线，我呢不在这儿破坏它，我呢是从他这个地方把他这条线接上去。你看我这立在这儿，那你的后脚到这儿，你自己感觉到那条线了吧？我呢往下一沉，接上了吧？接到这儿，但他斜着接过去了，然后这个地方再一沉，斜着接，再。 继续的膝盖这样，这截直了，截直了的时候，你看是不是还是那条线，没有断过？就是拳里面呢，它有两种打法，一种呢是破坏，另外一种呢是建立。这个呢就是我把你的这个动作，我让你完成，等完成了，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了。你是想用这个动作来破坏我，但我让你完成了，反而自己不知道干什么好了。 所以你随便来个动作，你是啊，也这么样。你看这样呢，我反抗了他了，是他就做这动作，我一反抗我自己不行了。现在我一试，他这劲儿在这儿，哎，让他顶，哎，好，他在那儿。你看我这儿往下这一沉，沉到他那儿去了，可能看出来连上一条线了吧？我们把它翻过来，你翻过来让这儿看。他一推呢，是从后脚通过了肩，推到了手这一条线。 我一反抗，这个线就断了。现在呢不反抗，看这条线顺过来了，是不是顺成一根了？顺成一根的时候，再给它拉回来也可以，就是更加长，或者说顺了以后，在这根线让它变得短一点，它就回去了。这个呢比较直，要推手的时候你随便看，在这儿了。 你看它这个地方，它的一条线，我的一条线对不上，我呢用这个地方固定住，把它放在里面给它对上了，这一条线呢就合到里面去了，你就没地方去了。再一个，到了这儿来，你看，它这个线也是断了，我微微往下一沉，这儿和它合在一起了，合在一起了，就破坏了它。等它这条线给它完成，任何一个地方一碰，它就得它的那个。 平衡你打破了，所以有的时候呢，特别是你来一个拧一下的动作，你就看，他来这么一个动作，啊，咱这个再转过来。他来这么一个动作，他的力从后脚到这儿来，我的力是斜在上面的，所以我用力的时候，他一个直棍，我这么斜着用力，我一定这个劲儿使不上，怎么办呢？你看，把这个，你到这边来看，哎不，你在那，这个力你看它没有任何方向感。 现在呢，把它微微的往下一转，肩这么一起，和它呢成一条线了，就行了。这也是一种方法。另外一种方法，你随便走就是了，在这儿。嗯，它往前紧，后面不紧。哎，你看，挺好了，你看。不服气啊？哎呀，哎呀，你看。 这正好哼，这个时候你看一碰你，转一下，这一转的时候，这边一转，千块美金的东西，不舍得和你撞吗？哎呦，你多了你，没有，没有吗？你这我就变了。
哦，哎呦，很好啊，再往下一沉，哇，哎呦，哎呦，你也是哈，没事吧？你看，就是这个时候，我一撤的时候，你看我手这一拨，你是怎么了？就是这个扣扳机，嗯，看着试试，你看哈，哎，随便吧，你是，哎，这不是有劲儿吗？嗯，你看哈，我腰微微一动，你是不是没劲儿了？嗯，没劲儿了吧？就是没劲儿这个地方，你看，哎，你试一下哈，哎。搂住你，别拉我啊！这是正常的动作，你看，好了吧？就有了这个了，这手一动的，这底下啪一下的钉死了，上面一动的，架住它。你别底下还在想，这玩意儿稍微 ，this power， the bottom never move. If I move the bottom, it's like this.But if the bottom does not move, then it's based on movement. Separation, top finished. Only move here. Li 要翻出来。啊，你看啊，你看，这就较上劲儿了吧？对，你们一上去就较上劲儿了。这你看，注意一下劲往前啊。你随便推你去，那不是我就较上劲儿了吗？不是，我不推你。但是呢，你看我推你，你看我没较劲儿了。再来。你是我的 static power 不够啊。你看，你要不是这，他怎么他主动给你合上？你要跟他一推，他给你合上。你不使劲，他主动给你合上，一挤压你。就是这个不动还不行啊！你推我，你是啊，矮一点，哎，这个再放这儿，他这个能抓得住，因为你抓我胳膊抓不住。在那试验那个事儿，再沉，然后呢，从脚开始往前拥，不是全身这么往前拥，这个你才不破形嘛。对，你看你又伸开了，不伸就是用脚往前拥。哎，对对对，再拥一点，哎，你看你还拥完你得晃。你看我用用你，你试试。我先给你试试，你是怎么搞的？你这么样，这就晃了。但是你试试，压住了，看看吧。嗯，没事，走也很小一点，再一点，再一点，就是一点点。你看你这儿晃了，对，还，就是，你看你一用，你晃了，就是你看，是吧？嗯，拧不动吧？这就用这个手拧不动，那就用这个肘和手一样大拧。在这个时候呢，肩也一样大的拧，它也一样大拧，我连在一块儿你伸，你就抖不住了。所以这呢就是叫均匀动作，这任何的一个动作你不要让它，所有动作它是这么过来的。要出去的时候，你看它领着往外走，进来肘领着，但是它不能动了，你不能到这儿来自己动一下。你们就是反复的动，特别一发力，你看，一发力，看，一动也不能动，出去一动也不能动，不能动。所以你不能到这儿来，你看它动了一下，这个刀要动了一下，它就这么样一晃悠，就没劲儿了。专门练练这个动作。